各位同心，大家安，大家好。我是这节课的讲师哈。一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姓吴，嘛是咱新竹州的地书，所以讲恁会使叫我吴地书。以华裔来讲哈，因为阮爸姓吴的关系，所以你们可以叫我吴知士。但记得要卷舌，你没有卷舌就变无知识。因为每回吼，排课吼，拢排伫，拢排我排这节课啦。这节课吼，拢伫个，会使讲伫要结束啊，上尾的一节课。恁该听的嘛听过啊。过来，因为我头下嘛自我介绍嘛吼，因为我都无知识嘛。无知识，佮摆伫即节课吼，就变成我的压力吼，足大。尤其是头前迄个讲师讲了有赞无，是毋是足赞的对毋对？所以讲吼，我若即节课讲了无好，叫做安那，情有可原。逐回吼，我佮无知识，佮无学习，佮要甲我摆伫即节课吼，所以我逐回若要讲着，接到中央的命令，要叫我来讲即节吼，即节课。我就烦恼，我代志阁足济啊，嘛惊讲吼对不起各位啊。顶一期的学员吼，歹势请教一下，讲台语听无个手，拢听有嘛吼？一点点啦吼，无我就交叉啦吼。我因为我想要试看卖下来吼，从头到尾都拢讲。台语安尼来气化安尼吼，但是碍于你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尽量就是华语跟台语交叉这样讲，好不好？大回我若要讲到这口的时阵吼，我就在想，我大概要表达些什么东西，让大家知道。当然是真侪。江苏啦，是咱遮中央办公室的遮个同心，伊讲无紧啦，你这课上好讲，吼，佮讲吼，佮重复者就好啊。我心肝咧想讲吼，无你来讲看下卖啊咧，因为这吼真歹去阐述这些东西啦。为什么？顶一期学员有人咧反映，佮袂使讲，咱咧摆这个课程的时阵吼。卖重复。我甲请教讲吼，为什么不要重复？伊讲吼，若安尼重复，变成讲我们太浪费时间啦。我们要听一些不同的东西啊。好，我讲吼，安尼吼，无我请教你几个问题啦吼。一样哦，我们到今天第几天了？第三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1894年迄天发生什么代志？迄年是啥物年？咱咧记啥物年哦？迄年啥物年？甲午年。所以讲甲午年，迄年发生啥物代志？甲午战争，对不对？你是毋是记起来啊？甲午战争是在哪年发生的？1895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为什么迄年发生迄个战争？咱来为遮落去推嘛，吼、哦，因为有过来的年糕，咱应该知影。国家甲国家两个若战争，不管是啥物人，话讲不爱怕，从基本一定要做啥物动作？对啦，一定要投降。投降之后呢？对，要订定安那条约。你不管任何一个战争哦，不管是一个拍十个，还是十个拍一个，啊，两个相结。到尾也拢一定安那，写安那合约、条约。当然是，以前咱读册拢甲咱讲啥货？签订什么条约？不平等什么条约？对不对？你以前读册是无咱甲咱讲？我请教各位，咱的条约所签订的条约，
会平等吗？无你卖签嘛，卖签的后果是啥物货？吼、哦，那不是被灭亡，就是整个国家会被推翻掉嘛？干不起来呢？好、哦，我就讲，你该说讲，为什么我们要整个重复去听这些东西？因为咱今嘛是初级班嘛，那初级班有几个尼个啊，几个重要的物件，咱一定爱记得起来。我这节课的题目叫做什么？会？对，这是咱九月吼，按全台六周，阿要去做大型的游行，我们的口号就叫“快乐法理革命”。啊，那我先把它拿来剽窃了吼，当然这个是有点点违反著作权。啊，不过咱胡林吼，这个名是咱胡林想出来。啊，当然是我有甲报告过，讲哎呀，我来用这个名称吼，因为我都真无学生吼，啊，才疏学浅。啊，我想讲吼，嘛想无啥物较好的题目，要来给各位报告。啊，是不是我会使用这个“快乐法理革命”？伊讲吼，好啦，勉为其难啦。啊，当然我来提来用啊。咱拢知影，自古以来，为什么会产生革命？为什么产生革命？有一句叫做啥啦？暴政怎么样？必亡嘛，对吧？吼、哦，啊，另外一种就讲，尤其是以中国人来讲，吼，你有看过《康熙大帝》无？有无？啊，是看我最近那个啦，武则天跟啦完结篇嘛，有无？我惊出来，呼，啊，就完啦，万民朝拜。哎、欸，你有看去过紫禁城无？到迄个即卖讲的什么？迄个？北京的故宫啊，哦，你去给你徛伫迄顶馆看吼，啊，你去看下底安尼吼，啊，文武百官，啊，跪伫遐，啊，甲你拜，那种当然是我唔爱去用拜过啦吼，因为我嘛无迄个德行啦，咧拜咧有可能我马上就死啊，所以我嘛唔敢用拜啦吼，因为咱得先想象吼，因为足够以来吼，一种权力的欲望吼。它可以腐蚀人心呢，所以讲真济人啊啦，真济想要做啥，做官、做大官、做皇帝，卖讲讲恁是较咱平民百姓吼，尤其是你看咱台湾人逐渐做啥，唔是做官啦，迄官大拢一副啦，做头家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好、哦，咱做一个加盟店嘛，对不对？我前两天啊吼，啊，我就吃素啦。啊，遐有伊咧卖蚵仔面线，啊，加迄种迄、那个油饭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即摆食，啊，我看伊过两日无闲安尼吼，因为伊是刚租一个顶啊卡，啊，迄一间店面吼、哦，叫做什么什么大脚桶啊，大什么桶？伊是卖炊啦，有卤肉饭啦、笋丝啦，这些有的没有的啦，安尼啦。啊、我讲，啊，你这个卖寿司，啊，我一间什么人？我的啊，我啊，你为什么你的？啊，我甲拍起来啊。伊在咧讲，伊讲吼，进前迄个人啊，就讲、是、这个之前这个这么这个头家啊，伊是一个外行的，他完全不懂。可是他又想要怎么样当老板？哦，阿罗阿那开足侪加盟金呐、啊，啊去请员工呐、啊，啊，逐个月过来还呐，迄加盟主啊呐剥削。因为我是含伊在讲，因为伊内行嘛，所以伊家己入资啦，啥物货，尾啊伊甲接落来了后，伊才家己去变遐物件，伊讲哦，原来。哦，迄加盟主较好赚，迄要求骨赚，伊讲迄一桶吼，假设啦吼，一包，啊，伊再甲捆做三四包、四五包安尼，等于说伊卖一包也在赚四五包，等于说在剥削那个，真的也是算是人民的血汗钱呐、啊。啊，可是有真济人伊个理论讲，做假想好赚，啊，不过伊无想着讲，
当你若是外行的时阵，你去做这件代志，叫做安那牛皮兄啦，去用受掉嘞，你就会被别人家牵着怎么样，鼻子走路。为什么我要讲这個？你有感觉咱七十年来拢受着什么教育？无健康，无公平，啊，佮唔是事实的安那历史，是不是安尼？慢慢吼，我会来解说遮个问题，吼，解说遮个问题。因为坦白讲，我头就讲过啊，我真正无啥物学问啦。然后对整个法理的研究，真的也不是那么透彻，因为法理介深呢。系啊，因为咱是照着国际法理，咱有讲到哦，这个国际法理伊包含普通法甲正经法。啊，研究普通话的较济，研究正经话的较少，所以讲未来咱在座各位回去了后，咱拢会变成安那国际正经话的安那专家，因为咱都是照着国际法、正经法，和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也是安那正常化。我请教在座各位有出国去的举手。好，请举手。大部分都有嘛，吼啊！我们都拿什么颜色的护照？啊，绿色代表什么？简单讲就是难民护照。啊，你们看简单不？因为根据国际法吼，正经法的规定哦，你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敢未使发行护照？未使。啊，不过流亡政府伊较阿爸，他想向外证明讲，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迄拢伊家己讲的嘛，伊嘛是安尼甲人讲嘛，那毋是安尼？啊，那你就嘛认为讲，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毋庸置疑嘛，咱袂去怀疑嘛，因为安尼讲，咱对国际法、对政经法、对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咱完全安那无了解。所以说啦，就被牵着走啊，对不对？提咱的辛苦的血汗钱啊，去供养米虫。什么供养米虫？咱有去算计过无？有嘛吼？你敢知影咱投一票开三十，不是哦、喔？三十是哦、喔，迄个候选人呢？啊，过来。政党补助票是50块呢，按摕四年呢，对啊，全世界到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选举，过再摕到钱的哦，到这个道理无嘛，所以讲这叫做安那政治什么炼狱，都、就是2009年4月7日美国高地法院。宣判，因为咱伫2006年10月24日去告美国嘛，经过12届嘅攻防战之后，在美国的高等法院做出5项判决，在第3项就是什么政治炼狱。你要看哦，大会那选举，国民党诶，就主张啥物货，统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民进党诶，都主张啥？大部分啦，吼，即马无啥敢讲啦，因为着选票的关系啦。啊，其实因嘛啦，可能主张独立的部分嘛，跟主张统一的部分嘛。啊，结果拢咧做啥物代志？分裂、撕裂咱本土台湾人，干毋是安尼？有听过达赖喇嘛无？无听过举手，好啊！达赖喇嘛即马伫对，印度的德兰萨，伊甲印度的这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啊甲租一个城市，啊，这叫做什么会？流亡怎么样？政府，流亡政府就是。
我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政府，我离开我原有属于我的领土，去甲别个国家，听好哦，的城市叫做什么？流亡政府。印度人敢未去参与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？会不会？他大声的啦，会不会？啊，你们为什么参与中华民国的选举？不知道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牛皮去哪里？说受掉了嘛，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世界的这个国际吼，对一个恐怖组织的认定吼，有以下几个定义啊。第一个，你不是国家，你不是一个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，啊，不过呢，你搁伫当地安那征兵，那你又拥有武器，啊，你看这个结构，然后最好笑的就是，他的国徽哈，因所谓的国徽啊，用美其名叫低四度，低啊，高低的低，一二三四的四，低四度的看安尼无安尼有无，这叫做什么会？恐怖组织。啊，我讲的这些物件吼，含有一个所在，迄、那个名称足像，迄、那个叫什么名称？你的新闻顶顶有写，叫中华民国，是不是符合恐怖组织？我这样讲有没有听得懂？第一个，他不是离开他固有的领土，对不对？然后去到什么他国的城市，所以说他打回我们代表我们的家里是谁，我们的这些子弟兵出国比赛都用什么中华台北嘛，他为什么不用中华台湾？会不会中华金门、中华马祖、中华平潭？为什么中华台北？因为它符合流亡政府的定义，所以它叫做 Chinese Zero Government in Taipei。 Chinese 中华民国嘛，吼 ，Exile 流亡 Government 政府 in Taipei， 在台北嘛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写伤长，安尼较浪费版面，所以简称中华安那。台北，就是安尼啊！啊，有在座各位查甫无做兵的野手，嘛，迄个伤细汉的卖讲啊吼。好，有当兵的请举手。大部分拢有嘛吼，有一寡较少年的阿袂嘛吼，阿袂嘛无做兵啊嘛，是不是我们咱有去被不当征兵？因为中华民国。伊是代理美国来对台湾做啥物货管理嘛？噶毋是安尼？伊还无条件来保护被占领区的人民哦。伊噶袂使叫人去做兵，袂使真呢？对啊，啊，过来，咱当年阁开足侪钱，啊去买啥物货？吼、哦！啊，这嘛是无符合这个国际战争法呢。吼、哦，因为你比较你讲，原本你都有这个义务，有这个条件，爱来保护着比较你啊区，就是咱嘛吼。咱人民的生命、财产的安全嘛。啊，你哪使阁叫咱去做兵？哪使阁叫咱家己买武器？哦，这东西唔对呀。所以讲，为什么那要用啥啦？快乐怎么样？法理革命，咱敢有需要讲像以前安尼？捌听过林觉民无？有下一个什么物件？与其诀别书吼，我请教在座各位，有管理下这个物件举手。
有愿意把恁的囝儿孙啊送到第一线去战争的举手？有无？无嘛，无我推的嘛，我做事我嘛走第先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这样无共款呢？为什么要革命？我头讲嘛，暴政，对不？啊，过来怎啊？为着咱要做官吗？不是嘛，是为着咱未来，咱的子子孙孙会怎啊？幸福。我请教在座各位哈，假设哈，咱即马全部搬来住印度，安尼好不？啊，一个人吼，互咱接。你最近这条钱要拨落来嘛？哎呦，无代志我讲出来。所以讲恁人家福气呢，头拄仔江叔咧讲呢，来得早不如来得怎么样巧呢？嘿啊，我是拼到脊椎侧弯，拼到整个迄个白内障呢。但是为了我们台湾的未来，这个付出是必须的。哦，这个我们无怨无悔。当然是不是讲恁入来像我安尼啦？哦，那是个人的体质吼，莫误会，莫听咱讲，我拜托的，你们台湾民政府要拼到脊椎侧弯，拼到白内障，拼到目睭根本无看，不是安尼，莫误会呢。那是讲我家己的体质，哦，医生嘛讲，你这少年都安尼吼，有可能是你的体质的关系，吼，哎，不要误会，吼，不要误会，吼。我们只是让希望我们的台湾，有更加好嘛，吼。咱头都有讲到哦。假设即马，予咱一亿、两亿，叫咱搬来印度，来请教各位，要去的举手，好啊，不爱去的举手，好，请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去？啊？离乡背景，我讲吼，你若有两亿去遐吼，你袂寄人篱下，你嘛行到门口吼。门，你就走来开门哦，对不？你会使请人甲你洗衫，请人甲你煮饭，请人甲你开车，因为遐介散嘛，因为贫富差距足大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现在你行到门下口啊哦，开门，伊来走来甲你开门哦，你遐真正变米糖哦。可是我告诉各位，我不会去，为什么？你若有加入我的 FB 吼，你就知影。有一天，阮带查某囝去啉咖啡，我要培养伊。咱即摆要脱亚入欧嘛，要学习一些西方的文明。啊，啉咖啡足重要呢，诶，真侪人未晓啉咖啡啊。啊，我来开始甲培养嘛。啊，你若看到阮查某囝伫 FB 的相片哦，阮查某囝即摆高中一年级。160几公分，瓜子脸，足水呢！你莫看到我安尼，当作阮查某囝做歹哦。我真正是歹得出好顺哦。真的呢，阮某嘛足水呢，你若看到阮某，你就知影哦。我真正有精挑细选过，我知影讲，以我这个面型啊，我怕荼毒下一代，给他对他心理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因为我祖先就是安尼祖辈来，你知影？所以讲，我落去传啦，较水个某，因为我知影安尼优生学嘛。可是这个当中有在赌运气啦，因为咱拢知影，捌听过迄个爱因斯坦无？伊娶一个足水个某，啊有一天吼，因某甲讲啦吼，老公，以后吼，我们的儿子或者女儿要像我，脑袋像你，啊这样就100分。啊，爱因斯坦做有。做地灰嘛，智商180呢，好不好？差不多啊。哎，无啦，我无安尼讲。伊那个人呢，伊讲吼，啊，万不幸吼，那生了像我，啊，脑袋像你，啊，怎么办？啊，所以讲吼，天佑吾家啦，吼，算讲拢满我所愿啦，吼，你脑袋像我，因为通常吼，上帝做人做公平，你知影？伊予你无好个，毋是真领导，也是真水个面型啊。啊，毋过咧，下底即个物件吼，会比人较好相看。所以讲，我嘛足感谢上帝。虽然讲我毋是基督教徒，但是我还是感谢他啦吼。
我女儿真的是漂亮，不是我自己夸口的，改天你见到就知道，不会输你哦，真的哦，漂亮的小姐，很漂亮。那我为什么不去印度？哪怕是我够靠近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治安安那无好，你敢知影？伫印度，即马你若生了较水的，也是小姐，也是比较属于有年纪的小姐，因为印度散嘛，啊，因厝的大部分拢无便所，有的便所伫外口，也是公厕，因干那暗时啊，比去便所拢爱走作远。在座各位，你敢敢家一个去便所？你愿意生活伫迄个中间当中吗？禁，禁到膀胱发炎。阿哥安那，阿哥无钱通看医生，因为出去要脱山啊。啊，所以讲出去了惊啦，从乌白来啊。啊，过来印度的这个阶级制度，到目前还是很明显啊。为婆罗门、刹帝利、首陀罗，噶吠舍、犬舍啦。婆罗门，因为印度吼，起码大部分都是印度教。啊，印度教吼，因最崇拜什么神？哈？眼镜蛇？无啦，神啦。你崇拜眼镜蛇呢？崇拜眼镜蛇会冲啥？梵天啦。捌听过大梵天王无？捌听过无？那捌听过，我甲你讲一下，你绝对捌听过。四面佛，哎、哦，哎，四面佛，他 对, 对泰国叫做四面佛，啊，其实他就是大梵天王，哎，啊，就是梵天呐、啊，哦，按底下因相关的吼、哦，婆罗门都代表安那、啊、梵天的头，哦。啊，刹帝利咧，都伊个身躯，吼、哦，婆罗门、刹帝利，哎，搁一个什么？熊熊没搁这里。哦，首陀罗吼，都、哦就是伊个四肢，吼、哦，啊啦，犬舍都、就是他代表啥？较下贱的遐、那個，所以讲一般啦，犬舍就上低层的哦，伊都一般拢做啥物代志？奴隶，哦。大家去甲恁到挨家挨户去跟有钱人清夜香诶，知影夜香啥物事无？夜香知道吗？取一名夜香是较好听啦。我讲过啊，因为印度因本身来讲，即、這个卫生环境条件较无好势。啊，以前吼，拢有伫啊呐，伫一个浴室啊，唔，伫那个房间内底，啊如。准备尿桶啊、屎桶啊，啊，暗时啊要创啥的时阵吼，啊，你就伫遐处理掉。啊，有迄个物件算讲比较污秽嘛，啊，拢一寡呐，遐奴隶爱去做遐工课嘛。我自古以来，迄、那个以前皇帝嘛同款安尼啊，嘿啊，皇帝啦、皇后啦，所以讲为虾米较侪人要做皇帝，较侪人要做皇后，干要做一件代志嘛免。嘛免家己处理呢，甩龙头、出龙水，安尼呢？啊，那红叫做夹凤眼，听无家己去查资料哈，因为唔能讲到伤白，吼，讲到伤白，迄袂使接。啊，所以讲，无怪讲，较侪人要做一个掌权者，当然是咱未来咱的大民政府掌权者，跟以前无同款，咱是为百姓安那。实相替人民来啦，服务。对，我头下讲的，要讲什么话？制度甲治安有重要无？足重要的。当这个国家伊的治安若无好，伊的制度若无好，伊无予咱的百姓有法度呐安居乐业，予咱呐免于怎么样恐惧的自由。我讲，佮予你较好个，佮予你佮较有钱，最后面怎么样？会化为什么？乌有。伫个前几期，
佮有发生割喉案，有无？吼、哦！我迄阵啊，就咧讲啊，咱台民政府若无赶紧执政，这些割喉案，这些整个捷运的杀人案会陆续增加。最近的新闻大家都看得到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谁造成的？我讲就是政府的那制度。伊拢知影嘛？伫中华民国，我都杀一个、杀两个也未死刑啊。准讲会死刑嘛，关过六十年以后啊，我嘛食牢啊。我即马经济无好，我找无头路。卖甲我骗啦！伫咱台湾，哪有可能找无头路啦？你敢袂使去送羊奶吗？袂使去送报纸吗？袂使去加油站吗？袂使去派报吗？你有愿意做，甲无愿意做嘛？啊，无愿意做，家己要自杀，干哪？佫唔敢，伊讲家己惊痛。啊，你落去杀一个无辜的迄小女生哦、喔，啊，佮杀到死，你敢知影？那个喉咙被切断吼，那个第一个，他死前会面临很大的恐惧。啊，过来，因为我是学医的吼，所以对人体这个结构跟整个状态我比较清楚。啊，我们大概来谈一下。咱等时拢有看过上吊自杀，哎，咱也感，恁也感觉足奇怪呗。因为掉落了，啊，我的手来救就好啊，为什么弄会翘起？为什么？当整个他重力一下去的时候，整个颈椎脱离，我讲你手就袂得起来啊！啊，袂得起来是咪开始已经垂掉了，对不对？是无开。那你为了要赶快呼吸到新鲜空气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脑部开始在缺氧，你细胞开始要那想要那血在烧，赶快。所以你为了赶快呼吸到一点点空气，你必须把舌头用力怎么样？用力伸出来。那因为整个你这样一挤一竖有没有？你是不是脑部整个充血？所以把肌肉开始啊，吐出来。啊，就嘴肌啦开始啊吐出来。要细进前吼，他的肺部好像火在烧一样，跟割喉外讲是不是？割了之后，第一个，那叫供给脑部的血管有四条，两条颈动脉，两条椎动脉。你知道颈动脉一割，大概在一分钟以内，那个血啊，有人在挡秋水的时候吼，颈动脉被割断，还是整个我们的冠状动脉啊，心脏啊，不小心被医师切断吼，那血安尼喷出来做细孔球，因为那个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一时啊，都无火啊！啊，你人无火，进前辛苦安那冷，你会很冷。你看，伊要死进前，要承受那么大的第一个恐惧、害怕，身体像冰冻一样冷。可是肺部呢，因为缺氧，又感觉到什么火在烧。那是偌残忍，你敢知呀？你哪会知呀呢？含你无冤无仇，只是为了我想去吃免钱的饭。你要做这个动作，但民政府若执政了，我敢甲佮报伊保证，这个代志绝对袂发生。为虾米？咱头先告诉我讲到嘛，未来咱的刑法敢若两种，以刑责来讲啦，哦，因为在法规里面它有刑责，你犯规跟犯法不一样哦。犯规就是罚款，但是你只要是犯法，看你刑责的大小，就是安那鞭刑跟安那死刑，他都要刚书公料上紧，鞭刑三天执行完毕，死刑七天执行完毕，伊他讲三天是靠无健康，七天死刑七天，鞭刑三天就公料啊。比如讲啊，举一个例吼。我伫个二十几年前吼，啊去伫新加坡，咱即马看到的，迄拢是马来西亚的鞭刑哦。
我在新加坡看到了鞭刑哈，我会建议中央啦，吼，慢慢用什么人讲，会害训练，啊，过来讲了有可能职业伤害，然后也会对心理产生阴影，拢免。咱台湾吼科技介发达，要设计遐吼足简单诶，一个平台，像我咧讲调整身体、治疗身体嘛是同款啊，我诶。床都是油压升降的，泡嘞，啊，绑嘞啊嘞，啊，当然屁股要拉开，露出来，全部绑紧，啊，边啊吼，有一支机器手背，啊，举一支电吊做一公尺，啊，你要泡底下对不对？啊，准准啊嘞，又说一个，搁第二个，做第三个就分去啊，一般啦，做像恁早因啊嘞吼，做一个分去啊，做三个就皮开肉绽了啦，都拢离开，你知影？好，好，你起来。啊，即马法官总共甲判了吼，判鞭刑九下，3个月执行完毕。啊，你们那尻川受伤吼，第会使坐无？未使嘛？会使倒无？未使嘛？啊，因为你刚来说拍哦，啊拍久了呐，艰苦，啊佫无咧运动，是不是容易产生什么便秘？放卡袂出来，你们知影？啊，放卡袂出来，无放过会死，所以要出力。啊！出来空水，佫会破。啊！即马甲你搞吼，甲你个坐等于甲你搞呢，甲你搞搞搞，啊搞到滴要好啊，对不对吼？做一个月啊嘛吼，佫讲第二摆。啊！即马佫赶快咯，同样的事情哦，再 repeat 一下，吼，过来。佮第三个月吼，佫讲一摆。我跟你讲，你伫捷运。佮看到较水的噪音啊，你宁可把手砍掉，你也不敢去碰它一下哦，因为碰一下可能被打九下，合理嘛？你刚碰一个很更高的合理嘛？可是那九下唔是你也砍一个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针对割割喉的，无代无志刚抬死的，安那处理？一定死刑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7天要执行完毕？我讲，我系建议啦吼，虽然我唔是司法部诶，逐天讲，逐天讲，啊，医生拢边啊哦，那特别试一个筑墙新针，然后，哎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以后都是真的哦，然后会在电视上吼，全程转播哦，让咱所有百姓看，因为这个人因为安那那种讲。啊！医生那在边啊呢，因为遐有人权嘛，你袂使甲讲死，吼、哦！啊，在边啊注意，啊，甲看，需要打强心针呢，爱甲讲打强心针。上好啦，讲分去，爱佫甲叫醒。像以前那些什么杖责300有无？你还啊威武啊，讲讲讲讲到分去有无？啊，用水泼醒起来呢，咱赶快来泼醒起来。伊无分去，我讲无意思，你毋知影？互伊醒起来。啊！再跟我讲，安尼好不？恁站立嘛恁啊！我讲，你无安尼吼，大家不会怕。你讲贵个啊吼，枪杀贵个，我讲，未来咱台湾的治安会足好个。咱即马秘书长就是要甲咱带向以前咱的日治时代。的迄个状态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是闽南人在过家安那有真好的生活，真安定的生活，对不？像未来真的阿未结婚的啦，囡仔做你生无要紧，因为哪讲呢？看白面钱嘛，读册面钱嘛，对不？啊，像恁即马遮少年毕业了后，做公务人员，做家你唔做。啊！你若食到105岁，做到105岁嘛？对啊，熟悉的代志啊。因为咱，因为这是美国甲咱讲的啊。咱来培养事情的安那，这个政务官嘛。啊，这4000名是怎么来的？就你刚刚我刚说讲对不？然后讲对，我老婆讲啊，有无啦？有嘛？好，来跟我讲怎么来的。来来，
起来讲，大声一点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我要讲一摆啦，好不好？哈，咱动作复习啦。东车时当仪，哈，这个人呐、啊，陈仪这个人，以前的行政长官公署，哈，对，叫陈仪，后来改成台湾省政府，就是陈仪嘛。伊中华民国是代理美国对台湾做占领嘛，干唔是安尼？所以讲迄阵啊，蒋介石伊就交代陈仪带一千个要来占领咱台湾嘛。啊，迄阵啊，当时是咱本土台湾人有几万人，600万，对不对？他一千个来管理600万嘛。那现在本那个谈。到底台湾才有几个人？2300几嘛，吼，大概就4倍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600万的差不多4倍？所以就4000名。所以美国要求我们要培养4000名的政务官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啊，这叫做那革命怎么样？先行者，你记得哦，咱是不是革命烈士？不是哦，你烈士啊那。欸、要抛头颅洒热血，咱即马是安那？哎、欸，快乐法理革命，我们只要把怎么样新台湾论怎么样读熟，头熟头滚瓜烂熟，了解咱是要借着法律来解决一切，解决咱台湾的国际地位的问题，解决国际社会的这些纷争。咱就是要借着安那法律，所以慢慢咱来了解哦，这个物件会对咱未来的生活，甚至对整个咱东南亚、东北亚，对全球会产生真大的影响。所以各位，咱千万唔好小看自己，因为咱未来拢是安那。要创作历史的人，我们都要，我们现在开始在写我们的史册哦，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哈、哦，大家真的要鼓励自己啊，不要妄自菲薄。这四千名因为是革命先行者，所以讲一定要好难难啦，有福利啊，因为咱是哪，我们是大智大慧的人呐、啊，咱必然较歹心嘛。是不是安尼？简单讲，就是讲，以佛家来讲，叫做咱有福报，有真大诶福报诶人嘛，对不？哦，像讲有一个像这少年呢，后边迄两个啊少年呢，这秘书长讲诶啊，这一辈子叫做丰衣足食。你看满18岁配房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伊满20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就安排一个职位给伊，看要做阁员，啊，是要做议员。这少年做议员是无意思啦，先去做阁员，吼、哦。看要当做一个局长，吼、哦，是要做厅长，啊，是要做省长，哪一个省啦、啊？哦，我们中央里面它有，比如说有后生省啊、劳动省啊，哦，各个省，哦，安尼。啊，你卖讲济啦，你一个月，比如讲啦，平均切40万多，吼、哦，然后你阁有厝，啊，阁有车，欸，迄拢是迄种豪宅呢，像我的官邸嘛，拢先去看好啊，我去看迄个钢骨结构，然后又结合那种迄种钢筋水泥的，所以讲免惊讲地动，因为地动有安尼左右的，阁有上下，你知影？啊，我去建的吼，就是安那，不管你左右啊上下都不要建的，你懂没？哎，我们现在要开始要建筑梦想呢。你人是因为梦想而怎么样伟大？那也因为这个梦想，让我们产生怎么样动力？哎，无我做辛苦呢，无你你那，你甲秘书长讲啊，讲我要来接新地州的酒店，我会甲你讲谢谢，感谢你。你也细化嘛，你有知影？那压力很大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很大的动力在推动我们。啊，我怕死啊，我怕跌倒啊，所以我找那个储想后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嘿，钢骨，哎，钢骨是安那安尼摇不要紧，按过安尼就袂使啊。啊，我找迄个钢骨的吼，啊，佮有迄个钢筋水泥的吼，佮上大机的吼，安尼，我甲讲哦，你若甲我骗，你就再死哦，到用枪杀哦。哎，你莫甲我骗哦，伊讲袂啦，我唔敢甲你骗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无啦，迄咱伫咱台湾尔，嘿，伫咱台湾尔，嘿。哦，那所以开始现在等于开始要什么建构这个梦想，可是这个梦想要付出行动跟实际，你袂使等于开始干嘛想呢？哈哈，我系空你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讲台湾民政府若无执政吼，拢零。所以讲，头段咧江苏讲到嘛，政府一个。国家的定义有四个定义嘛，人民、土地、政府跟什么选举、制宪、外交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即马有渐渐要接近四千名的政务官啊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还需要什么人民来支持我们？所以讲，咱来去啊呐，甲咱的亲戚朋友讲，甲咱去无熟悉的人讲，赶紧来办啥身份证。赶快要办理属于我们真正属于本土台湾人的什么身份证，属于咱家己的嘛？干不是安尼？这就代表讲，这嘛是咧支持咱台湾民政府嘛？干不是？啊，过来咧，赶紧，那咱的亲戚朋友，吼，咱的同学，吼，也是咱的兄弟姊妹，干嘛讲？咱对咱的未来，对咱的子孙。要留好一个，搁予咱较好诶，赶紧请人啦，来上课，赶快来学法理，因为你加一个人啊啦，就加一份啊啦力量。这就是安那，咱即马即节课上了，后礼拜有高级班，有之前训练，有法理点招，有职务点招，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恁即期诶真的是大福报。因为时间特别到啊，我较等下再来讲我安那入来咱台湾民政府的，安尼好不？好，啊，咱即马吼，有要休困无？我讲到这精彩，恁敢要休困？该休息还是要休息啦，哦，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那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，好，啊，在八分之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动回来坐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。